各位同心，我们请就坐齁，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各位同心，这节课是由我们的众议院齁潘良华潘议长带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来，感谢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姓潘齁，潘良华，我住伫屏东。那么真欢喜今仔日吼，咱各位一定来遮上台湾民政府所办的法理研习营吼。那么真无简单，即、這个元旦假期吼，恁肯开时间了一寡金钱吼，人咧佚佗咱来遮咧坐即个板凳安尼吼，足久毋捌做学生啊，对无？恢复从前的味道哈。那么，那你来这上三工两暝，你若有认真咧上，你一定会搁较爱咱台湾。啊，你买万丹讲，喜欢咱都本来是日本的台湾人，咱一流的日本国民，今麦哪会咧吼？三流的中华民国的人在跟我们管，你绝对会做不管。你若捌真相了，嘿，咱做王牛做足久啊，台湾牛足骨力做的，嘿，啊，较袂晓抱怨。好、哦，所以啊，这就是咱台湾人平埔族。你讲伊的优点嘛是优点，讲缺点嘛是缺点，嘿，足爱好和平的。像我屏高屏地区，我是马卡道族的一族的吼，我并无族的。那么，阮这族嘛是足爱和平的，好。啊，等下我会渐渐我来介绍着台湾咱各族吼，并无族咱有十族了哈。好，那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台湾国际地位要正常化。啊！你看这个标题，你就知影讲，就是咱无正常，对不对？唔卡爱来个用个正常化，对吧？啊！意思讲，咱拢破的哦，咱拢破破呢。那么，咱今仔我就叫我所做这个简报系统，啊，来向各位了解哈。来，咱上台先来了解讲，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好，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概哈。第一就是讲，台湾是因为1895年哦，甲午战争啊，大清战败，所以日本天皇哦，跟大清的皇帝哦，因签一个下关条约，这是日本的用语。那因中国拢讲马关条约哈，其实这是作为咧签国际条约，拢用迄个所签的迄个一个地方的名。哦，这是日本下关这个所在所签的，叫做下关条约。哦，啊，那伫巴黎签的，就是巴黎合约，有无？伫旧金山签的，就是旧金山合约。好、哦，啊，这下关条约，日本天皇是依照下关条约为大清的皇帝下发，哦，这经过条约哦，下发处置台湾甲平壤，而且是大清是冤冤冤冤，割让澎湖跟台湾和日本天皇。冤冤枉枉代表啥意思？啊，拼不赢的嘛，对吧？啊，所以因即马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口声声讲哦，自古早历史台湾偏哦，就是因中国的，咧袂见笑。因阿公因阿祖都袂人啊吼，甲即马要咧讲，较早迄块地阮阿祖的，真要跟你拼安尼啦，袂见袂笑。因面皮真有够厚的。都像马英九安尼啦，讲白贼吼，面拢袂红呢。迄红，迄伊个面皮厚甲吼，内底血色透袂出来嘛。哦，而且伊咧讲白贼该注意哦，吼。哎，好，我等下讲细马个故事你听。马个吼，伊毋是足无相识个，人陆良伊甲讲迄是陆阿耳孔毛，对毋对？啊！伊
你甲看，伊无咧用头用脑咧抵抗咧，所以伊请一个姓毛诶毛帝国咧甲咱帝国，叫毛子国，伊无咧用头壳咧帝国啦吼，拢用毛咧帝国。好，那么日本伫1945年8月15日吼，伫8月7日吼，美国甲牵原子弹无，连续牵两粒。广岛长崎牵了，哇！日本天皇哇惨啊！美国才发明这么恐怖的武器，一粒落来就死几十万人哈、哦。啊，当美国唔知还佫有几十粒呢吼、哦。啊，哪拢来搞轻轻的，我大和民族还袂中呢。所以一礼拜后赶紧宣布调投降。啊、哦，所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啊、哦，了。1952年，哈、啊，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啊，即内底规定讲，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甲澎湖，放弃伊管辖治理权。但是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啊，即我来解释者，管辖治理权就是敢那咱的土地地上权。比如讲，你有一家地，啊，我潘良华来甲你租，啊，每一年租10万。啊，我给你租5年，所以我付50万，拢一概付予你。咱签一个合约，签合约钱交好，就表示你放弃你迄家土地顶管，这个土地顶管的地上权。我要种金蕉往来山下，就在我种。这五年来，我要种啥，你袂使给我干涉，哈、哦。由于时间有品，哈、哦。那么5年到，你若不爱租我，你就收回地上权。是不是无办过户？所有权拢在你手里呢，名嘛要你的名。哦，迄就是分地上权甲所有权哈、哦。所以日本天皇是只是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就讲日本天皇袂再阁派总督来管台湾啊。啊，是啥物人来派？兼领只美国，哈、哦，美国派蒋介石，哦，派中华民国，哦，因。啊！即卖一直传来，一定传来到李登辉，传来阿扁啊，佮传到即卖姓马。那么，即卖大家拢咧佮笑对无？包括昨个在伫总统府头前咧升旗，伊迄个死亡之握，大家拢咧闪，拢咧惊对无？啊，着柯文哲原来去升旗。马英九手伸入要甲按哦，啊，柯文哲就手举一支，请恁摆旗。伊也袂讲换过手去干物，伊阵用拳头帽去干物踢一下呢。嘿，早举旗啊，拳头帽安尼甲堵咧安尼。啊，人咧甲问讲，人拢讲伊个死亡之后，你若伊压着，那毋是死，非死即伤呢？嗯，伊讲变看卖呢，伊个死亡之握，啊，我是回春之所。伊做个救人个嘛，做医生啊。我这个手是回春之，伫我手里救足个人起来。回春之所，咱来教看啥物人较用啊？看是慢救个，迄马脚要断啊，是安怎？吼、哦，好，继续吼、哦。所以台湾的主权还搁伫日本天皇手里，伊敢若放弃地上管辖权呢？吼、哦，好，过来。那么目前台湾甲澎湖还佫伫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但是你会讲，我拢无看到美军，吼、哦，啊，这当然来继续上课拢会讲的吼，这较来以后较来讲。那么即摆美国是依照台湾关系法，啊，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含中华民国断交了后，较设一个台湾关系法，吼、哦，台湾关系法内底有讲，委由台湾治理当局代理管辖台湾跟澎湖。当然，这个台湾治理当局目前嘛，只要以前迄个中华民国啦，吼。好，过来，咱来看咱台湾的问题，吼。台湾，咱家己，咱来先捌咱家己，吼。咱来先知影到底咱是啥物人。咱拄仔秘书长讲，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日本人，照讲生来咱的日本人呢？日本人，吼，像讲我爸爸妈妈日本人。那生到我变中国弟，哦，我变中国人，哦，这就不对劲了嘛，哈、哦。
啊，这就是中华民国来吼，乱步无照国际法，无照国际战争法吼，乌白来吼，啊，这将来拢爱追究吼。啊，首先咱来知影讲，咱是对一国的人，对一族的人，啊，咱来看吼。因为你若无了解你家己的身世，你会认贼做老爸。即马台湾人倒有一半的人吼，认贼做老爸哦，吼认同中华民国。来，咱台湾我甲分两大族，一个就是伫这个中央山脉吼，以东这个吼，高沙原住民啊，高沙是日本人甲号的啦，塔卡索吼。那么因本身即马有14族，那么伫差不多3-4个月前，佫有加两族，迄两族拢足细族的，哦，有一族叫做，迄拢无几百人，卡纳卡拉夫一族。啊，佫一个，我迄个一直拢记袂起，等下图会讲吼。那么咱西部平原遮，即、這个浅绿色遮吼，即、就是平埔族。那么平埔族咱嘛有10族，咱来看吼。伫宜兰遐有一个克马兰族吼。那么台北地区，吼，包括一部分的新迄、那个同合作凯达格兰族，就是阿扁啊，选到2000年迄个总统的是加。总统府头前迄条界首路，甲改名，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哦，所以即摆呐，日军咧咧反国民党诶，即个集会游行，拢会去凯道遐集合哈。过来桃竹苗地区遮吼，叫一个道卡斯族，哈。啊，过来伫中部，伫中华、台中、南投，啊，包括一部呢，即个苗栗，只有三族伫遮咧。瓦东哈，一个巴泽海族哈，巴寨，啊一个巴布拉，一个马布萨，哦，这三族，哦，伫这里瓦东哈，这搭，那么分林甲嘉义，再有一个红安雅族哈，那么上大一个平埔族就是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西拉雅哈，那么隔壁地区其实。哦，有一族叫做马卡道族，我本日就是马卡道族吼，这个要无资料吼，所以无出来，我甲写起。马卡道族，啊，阮这个族较爱清气，拢住伫溪边、河边啦。啊，所以台政的官来台湾视察，你嘛顶官就带伊咧看去视察，啊，到阮的部落吼，来问我啊，这部落人拢姓啥？电官讲无呢，伊拢无姓呢。啊，所以台青的官阵甲阮树姓互阮，所以树阮姓潘。啊，这个台青的官算有学问啦吼。伊讲啊，阮这拢住伫溪边、河边，住伫水边的番啦。吼，安尼啦，你知影啦吼。三点水吼。啊，这个名袂歹，这个姓袂歹，讲有水。会较有蚕嘛吼，蚕有水，你啊布丢下落就发米，好无？吼啊，顶缘搁一撇对无？漂漂的台湾人，吼、哦，咱是漂漂的平埔人。啊，制作，我讲你若要，迄落开始有知影讲制作，就是社长定选着高雄市市长，啊，伊为着要纪念阮这个族，所以伫这个纵贯铁路边啊吼，这个纵贯铁路。伊搞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咧，纪念阮这个道路吼、哦。那么你呐，哎，这是民诚路吧？红甲路、民诚路，较记得会当透去到迄个啥，喇叭底迄边嘛。啊，这个火车边啊，这条就是翠华路、高山、来维达。啊，这高雄，这高雄啊，对对对。高屏地区，高屏地区，哎，对啊，唔是啊，我唔是，这高屏地区拢大部分马甲道就较侪，哎，这公司啦吼，哎，啊我今物咧讲，伊开陈总庭直接开这条路咧纪念马甲道主啦，哎好，屏东你继续讲屏东啦吼，好，这高雄无唔对，哎，好，好，啊你若要记这个马甲道主。足好记，你甲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
啊，回家来弄个包死的，对不？好，安尼你就记起来吼。好 ，OK。我若讲这个，头大家拢会记的哈。好 ，OK。好，啊，咱即马跳动，即马这张图较新嘞，较新嘞，就马卡道族啊，有无？哈。啊，即马新出来有一个卡纳富集族，有无？拢伫这个阿里山遮。哈。啊，一个集族我拢记袂起来，奇怪。拉阿鲁瓦族啦，拉阿鲁啊。啊，这东平这边就拢高山吼，啊，达悟族就是伫南苏遮有，遮有卢凯，屏东的卢凯族，卑南台东的卑南族，阿美族吼，这都这个台东这边吼，啊个沙基拉雅，泰鲁格族、吼吼族有啊，吼，啊台亚、这泰雅族有啊，吼，啊再有布农吼，布农族，哎，啊其实。这个希腊雅族一个一个自主，伫这个小林村有无？莫拉克风灾有灭？希腊雅的支，有希腊雅公园哈，啊因嘛要有咧办业绩哈，哎，啊要个咧看客迁徙有无？牵手唱歌，或者牵曲，哎，跳舞，哎，用那跳舞的意思，哎 ，OK， 好，所以啊，就是咱台湾人遮侪族，这正港台湾人的族群就是安尼。所以你若唔知影吼，你会讲我是汉族，汉族，讲是汉，咱拢炎黄子孙，吼，汉人的后代，大错特错，吼。所以咱有中国人来甲咱教69年，嘿。党国教育，2300万，咱甲讲，迄300万是纯的中国人，剩的2000万的咱本土，正咱在地本土台湾人，其中一半1000万，迄个洗脑变，伊讲伊是中国人呀，哦，爱着认贼做老爸啊，吼。好，过来，你是毋是平埔族？你家你的手弯起来，你若有，只要有一纯，有立额的吼。啊，这个平埔族的特征。啊，当然你若讲到足项链吼，会见较平就看无啊吼。啊，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讲，你家你的脚的脚尾掌啊，详细，迄个肩胛脑必顺的，哦，迄种啊平埔族的特征哈。啊，另外咱拄啊，比如你讲的，你若习俗哈，无顾坐大位，哦，这个平埔族的风俗。另外就是讲，女孩子若生囡仔，做月来食麻油鸡酒，哦，这原来是平埔族的风俗习惯。好，啊，这部分就先讲到这。好嘞，过来咱来讨论讲，那么是安怎咱来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拄好比如你后解释这部分。其实咱是1952年哈。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咱来看伊写啥哈？就本约而言哈，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甲澎湖居民，甲前属台湾甲澎湖的居民。及其后裔，哦，写个热热腾吼，啊，那讲三个台湾朋友，台湾朋友，再个就及前属台湾朋友，来问题出在这吼，来看嘛，四位，我把你马你马英九把这台北市长的是个高沙原住民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我还要啊？伊是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哦，意思伊的心来讲，恁不，你本来都唔是人，是我甲你当作人看安尼意思啦，哈、哦。所以叫伊甲咱视为，现在即个讲即前属台湾之朋友，今嘛即个就咧讲咱啦，即一个台湾朋友，啊，即个是台湾朋友，即个拢讲因中国人，但是来到这咧讲咱日本的台湾人，即前属台湾之朋友之居民及其后裔。视为
中华民国国民，咱迄个当作中国人来甲咱管就对了，吼。所以咱唔是中，咱唔是中国人，是暂时因便于形式，甲咱当作中国人安尼来甲咱管，叫咱来提因的中华民国身份证，吼。来，但是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吼，是日本甲中华民国所签的，啊，这是美国强制。要日本跟中华民国签约，好，但是1952年你签的时候，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进前，日本欢迎取消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在旧金山合约还没签进前，签好还没生效进前，我们再跳到这里来说，这个1952年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就要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在1952年的四月二八先后那一天，美国要求日本要跟中华民国在台北签这个日华台北合约，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日华台北合约的母约，就要等母约生效你才可以签这个日华台北合约这个子约。那么197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迄间阿强阿建交，所以一个建交，这个时间点一个建交，头拄仔咧讲的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就失效呀。所以咱本来伫遮，这个咱已经日本国籍倾向取消去啊嘛，哈，好来。那么在这里去拿到中华民国、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国民、等于拿到中华民国国籍，但是日本这判决拿到中华民国国籍、中华民国国籍因为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日华台北合约失效，所以我们的中华民国国籍也判决、所以我们就没有国籍，对吧？日本先甲咱放弃咱的日本国籍，啊，咱随摕到中华民国国籍，但是20年后，1952，20年后，1972年，咱的迄个因为日本跟阿强啊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头拄仔咧讲迄个台北合约失效，失效咱的中华民国的国籍就判决，所以咱去咱秘书长。去告美国，所以伫联邦的美国的华盛顿联邦的电话呢，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就是依据因为这两个，一个日本国籍从取消，中华民国国籍因为跟日本中华民国跟日本断交，所以失效，所以两个拢无去。好，那么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对要安怎恢复国籍？好，咱来看哈，咱就根据琉球的返还模式。琉球在当时1945年四月初，美国的这个尼米兹上将，伊是太平洋那个舰队总司令，伊率领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就把琉球占领落来，所以因有伫遐成立美国军政府，那么一直到1969年的时候，迄阵日本政府已经规个国家的建设拢复兴，有较趁钱啊，所以有钱会当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我爱赔你美国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我日本。迄阵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日本甲这条钱交了，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美国准把琉球，包括钓鱼台、尖阁群岛，拢还给日本政府。所以，咱就当根据这个情形，咱有哪，将来咱要求咱日本政府跟美国协商，看要赔偌济钱给美国，咱根据琉球返还模式，咱拿来当等于日本国。咱若等于日本国，咱自然咱就恢复日本国籍啊！哈，
好，那么国际有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就是讲，你只要伫伊迄个国家的领土内底生囡仔落来，啊是伫个国家的飞行机顶，啊是船啊顶管生，拢自然摕到迄个国家的国籍。好，美国、欧美的国家拢差不多安尼。好，那么这里有一个好处就讲，你伫迄个国家生落来，你就迄个摕到迄个国家的国籍。你大汉了，你会爱迄个国家。比如讲啊，我伫这个国家的人，啊，你会顾这个国家的环保，你袂去甲生产一挂有毒的啦吼的物件，来破坏环境，来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吼。那么当那伫汉民族儒家思想呢，就拢属人主义，啊，拢父权思想，拢依老爸。老爸不能，无论伊衰到底，伊拢讲伊是华人，吼、哦。伫衰到美国生来囝，伊嘛讲伊是华人，啊，未融入当地社会。所以，因中国人那移民华人来去一个所在，拢是集中一个叫做华唐人街有无？我听了，啊，不如讲 Chinatown 哈、哦。啊，因迄个社区就是。迄、那个都市内底上落伍、上混乱哈，肮脏落后的所在。哎，那赚到钱，就要钱要寄转来伊的故乡，中国遐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袂带当地，好比讲去旧金山，去啊，赚到钱就回馈乡里，无介少，所以。即那外国人的排华，就是讲啊，恁这人拢自私自利。中国人就讲，阮家顾好得啊，啊，不管你外口安怎，所以拢顾家己呢，该自私自利。啊，变成讲，其他国家的人也是迄个都市的人，拢看因都无去的，啊，所以排华。美国排华，哦，早期美国排华，菲律宾嘛排华，印尼嘛排华，马来西亚，有因所谓华侨所在，就啊排华。啊、这是属人主义的坏处，未落地生根。包括因来遮已经69年，伊嘛还阁讲因中国人，啊，拢讲因的祖国伫迄边呢。好、哦，好，咱来看咱的台湾人的血统。较早即句话我拢叫是对的，好、哦、来，你来看，有唐山讲无唐山嘛？唐山讲就是意思讲中国遐来的啦，好、哦。无唐山肉，这是有影，因为迄阵郑成功迄个施琅叛变了，大清甲郑成功消灭了吼，因这个郑氏王朝消灭了，有发布一个禁海令，所有大清遐人无路条，无官方的核准，袂使来台湾，吼。所以迄阵唐山的人要来台湾足困难的，尤其女孩子更加无可能，吼，因拢白卡嘛吼。啊，女孩子一般体能较歹，啊，要过乌水沟，台湾这个海峡死亡率足悬的，所以查甫要来台湾真困难。啊，查甫是安怎会走来？尾仔调查结果就是拢作奸犯科，啊，一花仔钱标标无纳的，要走路的有无？官府要甲你来，这作奸犯科是捕快要甲你来，只有跑。都离迄个因大个所在，所以有唐山讲无唔对，足少个是呐。你无路条要来困难哈。啊，那无嘛想讲，啊有唐山讲，甲想讲咱个台湾人阿公拢是唐山来，大错特错。咱台湾阿公有够济啊，哦，这是因家己因中国人写个文字，咱唔好叫是当作真个。那咱台湾人家己写就袂写呢，哦，因当然有时讲啊。阮有来台湾的吼，唐山公啦，但是阮唐山妈拢无来，所以唐山公来台湾一定娶咱台湾本地女孩子嘛，就地取材啊。咱台湾阿公足侪啊吼，你若敢若叫是讲安尼，意思拢台湾阿公拢死了了，无可能嘛吼。好，那么你来看，因家己讲的唐山公来台湾，十个来哦，六个死，三个留落来，一个回头。现在六个死，就是当初船仔拢卸只，
要过这乌水沟，反应大，有些较大涌浪吼，规只船变了，死了了。啊，有更厉害对，啊，所以，起码因啊，但因若来，我那拢起码两三只吼，互相噪音安尼登陆起来，登陆起来第一件代志做啥？因为真侪拢伫海边的，袂毋捌坐过船嘛，要走路的平常时毋捌坐过船，哎呦，船啊实在咧用咧变吼。都拢会吐，新船有无？袂食啊，吐甲胆汁拢吐出去，啊有诶脱水吼，啊以前诶水卫生歹嘛，有诶水拢臭酸水啊吼，你啉拢老屎，脱水就死啊，恁无啥物药啊。所以登陆起来第一件代志啥？着带只死诶人对无？啊所以着即摆，我即只船啊，甲死个遐人带好了，啊着问伊朋友。啊！恁台湾袂？啊，问这边啊！恁台湾袂？台湾的地名就安尼来。咱讲台湾，台湾有无？啊！你台湾袂？安尼啦吼，你有听讲一撮就安尼讲。哦好，过来你来看，三楼一回头，这一回头就哇来哇水土袂啊啥吼？看哇歹练吼，啊规个转来，佮翻头转。但这三个楼落，敢真正拢会挖落，真困难的吼。咱来看当时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吼，来做例。日本人、琉球人、迄宫古岛渔民，啊，因为发生船难，伫台东的外海吼，登陆起来50几个，结果迄个原住民台，因为5个迄个台死吼，台死甲剩12个，经过这个幸存了一个。玻璃迄个平埔族吼，甲扶上去凤山府城，啊转送转去日本。所以日本知影这个消息了，发文互大清，讲啥物恁个台湾人、台湾的琉球的渔民。大清甲回批讲，我爱访辽以南吼，为化外之地。就是讲，拢反邦啦，拢反啦，迄毋是我咧管的。我日本政府讲，啊，若毋是你管的，咱个我着要出兵去甲讨伐。啊，大清阁回批讲，法与不法，由贵国制裁之。哦，你要去甲讨伐，要出兵去甲讨伐无？恁家己决定落啊。所以日本迄阵拄啊明治维新，去欧洲去甲德国、英国学一寡海战啊，还是陆战的战术，啊，你找无所在通去起兵呢？我拄好有这个机会，准派3000个兵马来，为这个车城吼、茶城这个外海边啊，有一个叫下寮的地区登陆起来。啊，就伫牡丹社，因有一个石门古战场，迄个隘口呀吼，就伫遐修建。那么，咱的平埔族是，不是平埔族啊？迄、那个高山的南台湾族，往那足强悍的。虽然武器较歹，日本有正规军。有步枪，有山炮。那么咱原住民干呐，大发的猎枪，啊加弓箭，加长矛。但是战略到底吼，会使讲无输无赢呐。日时啊，日本军赢，到暗时啊，哦，咱的高沙的这个，伊个夜，迄个游击战啊，都夜袭，因拢腾车卡，行路拢无声，所以日本军。头壳用针咪拢搞不清楚，先啊伊头壳落伫土下，啊所以暗时啊就都煞赢吼，所以到尾日本军发现袂使，所以因干那日时啊去甲你建高你个砖头，迄阵拢超住啊，甲你放回小小，趁日头还袂落山，赶紧来撤退出来，啊无连咪搁用突袭还是伏击吼，啊伫遐拖拉拉吼，到尾2个月，结果日本军。因是汉代的国家，因遐较无网无火神，哦，来到台湾火神网一堆啊！啊，你要食的物件，火神拢去斩迄个腐败尸体，啊，你有困啊，过来甲斩你的便当，你食拢老屎。啊，过来，老屎脱水啊！啊，来遮食水无清气，水土不服，就破病啊！
所以干那破皮死，干那迄个蠓仔叮吼，就登革热就出来，迄阵无药啊，吼，啊马拉利亚、科雷拉啦吼，哦这一堆，所以因日本人来遮烧电死的，差不多五六十个，破皮死的五六百个，而且有的惨剩，吼，所以到尾啊因要求大清宫你来陪我出这个兵安尼。开遐济钱，你爱赔我五十万人民，我较要走。大清发生到尾也唔对，啊，这许日本军啊拢唔走哦，安尼台湾可能到尾许日本退呢，所以尾大清准开五十万人民提钱放人，请因走就对啊。啊，日本军嘛，吼、哦，我都进袂落啊，我搁多只搁加钱，拢卖烧钱，干那我只许网虫电我就死啊，许足少饭时啊拍袂住，加落加死足济，还唔通紧走啊？所以日本人伊有军医哦，因就安尼死伤遮惨重，即三个留落来，因遐来啦，无抗体嘛，无对台湾遮病毒无抗体，所以伫安尼情下，你阁知影讲即三个敢真会活，所以真困难。所以我咧想到尾也剩活一个落来尔，哦，因所谓当怎讲，十个来还剩一个会住伫台湾尔，而且。咱迄当时，咱台湾呢，贫富主持母系社会，妈妈这边早囡仔长大，好不？因为你也看，母系社会是父系社会是中国人买来了，才开始变的吼。无咱早期咱母系社会是女孩子掌握家里的行政加财政大权，就是讲家长是查某在做的，无像讲即马查某在做户长，有无？以前是查某咧讲话较有权威，所以你讲遐唐山讲来台湾，因来也无早财产来，因是走路来嘛。啊，因来有工先做工，无工就做啥？做乞食。啊，所以无厝嘛，无厝好住，所以暗时拢困伫底，困庙宇、庙寺，好不好？啊，迄庙较早拢有用画红啊。为十八罗汉，困伫个十八罗汉下骹，所以方叫做罗汉卡，就是乞食的意思啦。吼、哦，啊！你讲咱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女孩子，哦，你看，较早女孩子是较主动哦。你捌听过牵手无？我较早叫种牵手是咱查甫去牵女孩子的手，唔是呢，较早是查甫的主动。我看到这个高墙段个烟斗，牵伊个手，啊！你捌听过招翁无？招伊转来做阮翁，是安尼呢？甲招伊转来做阮翁，啊！咱女孩子敢会去招一个罗汉卡乞食来做翁？困难呢？咱台湾个好个查甫足济啊！啊，除非讲迄个乞食，迄个罗汉卡生甲像金城武，吼，啊，就刘德华遮烟斗。啊，就讲，啊，老娘都有钱，我干那欠一个烟斗啊，翁呢，牵你的手招来做翁，哦，啊，那有可能，但迄少数，哦，哎，你来讲牵手招翁，当然，哦，啊，都本来看讲都高强段，无论是台湾的还是中国到咱来遮，我啊来啊试用一两个月，应该袂使讲试用啦吼。咱是咱来公司讲应征，咱拢有试用。较早，阮个年代拢试用三个月，啊，即摆拢差不多试用一个月，你着爱决定讲要甲请毋甲请呢。啊，即我毋知要用倒一个形容词吼，反正你感觉难摆吼。即女孩子有主动权呢，即、這个牵手转来招伊转来做翁，即个吼，招伊转来做翁呢，若表现无好吼，等查甫出去做工课。这个女孩子会当把伊查甫的家当收收的，用草球也好，还是棉织被单，甲包好，甲下到门口。等伊个翁回来，看到伊的家当用等伫门口，他就知道他被羞辱了。伊就爱包毛呢，过来困十八罗汉下骹，下个佫继续做罗汉骹。哦，所以迄阵女孩子是靠权威哈、哦，所以。当初工作少的啦，哈！你唔好继续讲，咱台湾昨天啊，拢
拢会去叫迄款来做案。OK， 好，其他我话无啥时间，后来我来讲清朝甲咱台湾人漫画，哦，清朝是满清嘛哈。语文，咱即卖咧讲个语文，就是为阵为郑成功开始哈。郑成功伊伫闽南地区招兵买马，伫漳州、泉州、厦门、金门招兵买哈，啊，伫金门个廖罗湾誓师来安平，甲荷兰人赶走。哈，啊，迄阵个军书有一个叫做陈永华，哦，你若住台南市个人就知影。台南市政府为了要纪念这个人，所以有开一条路叫做永华路，嘿，永华，好，永华宫下钓过者，永华宫，啊，嘿，好，安尼你来行，你住台南嘛，住台南市，好，啊，伊是毋是来了安定了，准起一间孔庙，叫做全台所学，无毋对嘛哈，好，你伫对面俩，哦，永华宫对面，好，那么。我就准伫这个孔庙家用闽南语，什么叫做闽南语？福建简称闽，哈，啊，漳州、泉州、厦门、金门，这拢讲闽南语，就是我即马咧讲这。那么，用闽南语伫这个孔庙咧教四书五经、五经，哦，啊，儒家思想，哦，所以你看安尼已经特别失败。380几年啊，迄阵就是闽南语，就是台湾的官方语言，所以一代一代，啊，咱本土台湾人，嘛想讲要自我上进啊，我这外来文化有文字，因为咱当时的平埔族也好，还是高山族，咱无文字，迄二十几个族拢无创造文字，所以因为文字煞变成优势文化，啊，因佫有刀有枪，有无？台青的来，因有刀啊，有武装啊。啊！咱迄阵等于迄压到底啊！你若反抗啊，拢抬了去，吼、哦，较勇的拢就较有反抗性的拢头抬了去。所以咱的语文迄个便利。过来，咱台湾人你若要讲闽南语，吼、哦，你比如其他亚族你若要讲闽南语，伊会当甲你升官做统一官做翻译啊，吼、哦，啊，台步就较好，佮有官好穿，吼、哦。本土台湾人就欢喜啊！唔呐，树冠呢，佮我树兰姓，就像我姓潘，就是树姓，有无？佮树兰族谱，我看阮阿公做的族谱，我摕来看，敢若讲阮是福建省来，吼、哦，阮为福建移民来台湾，也无讲我是福建对一个都市，也是对一个官，对一个庄头，拢无。我知影讲我这骗人的。过来，咱来看，战败国家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了本土台湾人有85%以上哈，原住民的血统。我开用原住民，唔是用原住民，咱唔是干呐，阮这大里家呢，咱是这块土地主人，所以我甲合作原住民哈。好，你若唔相信哈，你抽个去验哈，你嘛电脑咧验 DNA 足紧的。北部你会当去马街病院，马偕医院的林玛丽教授，吼，医师伊专门咧研究台湾人基因。啊，高雄你落去高雄医学院，吼，伊遐抽个检。啊咧，第一个战败国荷兰人2000几个，迄个围伫迄个热遮兰城，郑成功甲围掉。啊，讲来郑成功无计较，20000几个人，迄天围2000人，围半年。围到内底无水好食，无尿水啦，食了了吼，只好爱投降，吼、哦，荷兰人走，所以无留偌济基因落来。过来，郑氏王朝是毋是施琅叛变，王又代清甲消灭，所以郑氏王朝的人，太死就太死啊，太不死的拢掠掠开，用船啊搁运转去代清，吼、哦，尾后无留在台湾，搁要反清复明，有无？过来代清又。日本打败，只要有战争打败，所以换日本国来台湾。所以迄阵日本人跟日本天皇跟大清皇帝签下关条约，内底有一条讲，
予你台清的居民，予你两年的时间思考，你继续住台湾。两年来，你若感觉予我日本人管，你袂无欢喜，你会再把你的土地厝拢卖卖咧，家当卖卖，你等于台清。两年若挂，你无刷走，我就把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把你管哈。所以到尾啊，台清帝国留落来。哦，迄阵统计日本人来了有统计，外国人差不多9000人，但是90%差不多97%拢是台清的人，剩咧其他的英国啊、法国迄人拢足少，所以9000人你来当作拢都是台清的人好啊。迄阵头总共有剩10000人，啊，迄阵的时阵日本人来接管台湾，台湾人已经有300万，所以300万比1万多，300比1。所以，若有汉族的血统的，嘛占3.3%尔，一千个差不多3个尔，所以比例足少的，哦。好，那么大日本帝国以后，美国甲签原子弹了，美国派中华民国来代理占领台湾，所以甲日本迄阵建到1945年，台湾已经差不多600万人，啊，迄阵差不多38万呢。哦，30几万，到尾40万。迄阵当时日本派来伫台湾咧管台湾的这军公教的日本人，拢要蒋介石甲遣送等于因日本本土，吼、哦。所以日本嘛，你来看荷兰无留什么基因落来，政治王朝嘛无留偌济，大清嘛无，日本国嘛无。所以咱的血统还佫足纯的，85%，吼、哦。有只你会使了解讲。咱的血统也够足顺的哈，无像因中国滴嘛，哦嘿，这个后汉族的后，嘛后迄个蒙古族的啦吼，后迄个满洲国的遐满清的哈，因偷了足严重，而且因汉族拢早往台死啊，哈。好，那么咱有一个台湾人教授叫做李晓峰，啊伊拢讲笑讲乌印度啊，细汉就拢笑讲伊个。称呼伊叫做乌印度啊，伊头毛小啊 QQ， 啊伊阵细汉的时，佮我那乌乌啊。那么，结果吼，伊去吼林玛丽教授佮验伊的 DNA， 啊确实伊有荷兰的血统。哦，啊伊是历史的专家学者吼，所以认真在等伊先啊有这个印度的血统。结果原来就是因阿嬷阿嬷叫做啥？叫祖嬷。哎、欸，啊你，我感觉女孩子即马有咧上街头咧游行咧抗议吼，我看女孩子穿少年啊、喔，年轻的女孩子穿迄个 T 恤哈、喔，啊表示啊恁祖妈台湾人，有捌看咧无？足有气魄个，我家阵了毋捌看到查甫穿一件衫讲恁祖公台湾人，无呢？吼、喔，啊所以你想讲因祖妈的祖妈的祖妈。荷兰时代，吼、哦，就是因为迄阵是荷兰时代，荷兰人来台湾有两个趁钱的路径，第一就是鹿皮、出鹿皮去寒冷的所在卖。哦，迄阵台湾的鹿啊比人较济，鹿口比人口还多。你若出去哦，出门不小心会被鹿撞到，吼、哦。无像讲即摆车足济吼，你无细就出去车个，迄个卡着吼。所以，搁一个就是讲，荷兰人来台湾种甘蔗，会当做乌糖。啊，迄阵乌糖是高奢侈品，哦，迄价钱足好个，吼、哦，足好赚。啊，这种甘蔗所在无济啊，啊，拄啊台南地区会当种，吼、哦。其实迄阵，那中部以南拢会当种，吼，啊，都台南较烧热个所在效果上好。所以荷兰人需要种足个甘蔗来赚钱。啊，哎，咱个迄阵水果因荷兰人用袂合，所以为因个。荷兰东印度公司那边遐引进这个赤牛啊，黄牛、黄牛哈，对吧？哎，黄牛要养起来，因都爱有人照顾，爱有牧童照顾。哎，牧童来到这，继续把牛啊顾大，顾生囝落来，一直传几啊代，要扩大愈侪牛啊哈。啊，这牧童就是印度人，啊，就是李晓峰因祖妈去搞到这个印度的牧童。安尼传啦，所以伊个血内底有迄个印度的基因啦，吼。
过来。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户口填本，即马奈封着安尼，真正安尼乌乌吼，你来看，讲啊一个，迄日本人吼、哦、来管台湾足认真，一步一开，伊要管台湾，伊就爱先知影讲，台湾有偌济人口，啊是拢啥物族群，拢讲啥物语言，所以来调查，调查了。台清甲咱管212栋，无甲咱做户口填本哦，吼、哦，是日本人来了开始做，啊，时阵拢用毛笔字写的，吼、哦，啊，中国人来了，开始甲咱的这个身份的密码拢划掉，啊，结果这台底是啥？就是日本人来，比如来到台湾地区，先甲你调查讲，哎，你讲啥物语言？哦，你拢讲客家话，伊甲你写广。广东迄个广，啊！你莫误会，讲就是讲你自己广东移民来后裔，唔是，就是你未，你本来你这个族的语言，吼，叫做马，道卡斯族，你道卡斯族的原住民的语言，你已经未晓讲啊，所以你干那剩下要讲迄个客家话，啊，因为迄阵派来清朝派来遮吼，是客家人，所以就用客家话当做即地方的官方语言，所以遮个。陶祖苗加盖杰郎也要讲客家话，就是忘记本身的主语，啊来讲客家话，啊所以好写写这广，但是伊嘛是原住民啊，所以伊该写一个番熟番啦，吼写一个熟啦熟番。啊你若较山来复兴乡吼，迄泰雅族的，哇，伊拢袂晓讲外口的，无论你闽南语还是客家话，拢袂晓伊。拢要也要讲泰雅族语，安尼伊就甲写生番哈，哎、哦，啊咱方叫番，佮有分青甲色个，吼、哦，好，啊那像我高屏地区，我也要闽南语，啊我家己的马卡道族的语言袂晓，伊就甲我写福，啊你莫叫是讲福建，阮的祖先福建来，唔是，哦，啊伊就甲我写熟。我就说翻，平埔族的来写说翻，啊，那山顶的高山遐就来写青翻，哦，啊，这就是咱的密码里内底，伊拢甲你看，伊无好咱知影讲咱是青翻甲石翻拢是在地，咱唔是祖先位遐来，唔是，哦，安、啊、尼知影无吼？伊、哦、就惊讲，所以伊要甲咱骗讲，哦，迄阵建楼10月15日来，哦，因来甲咱宣布讲，全台湾的人民都回归祖国的怀抱。祖国兵，咱那祖国共和国中华民国，唔对啦哈。咱的祖国是大日本帝国，但是台湾人好骗啊。有时啊，为了加配给较好、较济安尼哦，加配给一斤米。因为迄阵10月15日，见到咱天皇全部台湾人迄阵足惊呀，啊惨啊，安那美军入来，唔知安怎，我叫佮派一个中国军来。迄阵大家足密手啊，战书拢嘛足密手。啊！中国做个宣传的，哦，回归我们祖国的怀抱，哦，咱感觉哦，咱建筑，你跳，大家拢嘛跳过来战胜国中华民国，好不？戆到人那种怪，啊，这是咱甲即嘛未觉醒，继续咧做奴隶原因。你若知影讲，咱是大日本国，照国际战争法来，一步一步，咱会当回归咱的身份，哈、哦。咱即嘛咧大家咧想。法理原型就是这个原因哈，我做咱来知影咱的新闻哈。那么今年的2月25日，在台南市哈，台南市讲被内政部要求撤销户籍住居所哈，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你日本时代这个说法哈，顶即卖中国政府咧讲的是讲非法定原住民啊，其实日本时代拢有声音哦，哈，是因即卖统治者跟咱讲。啊，这不是法定的原住民族，你当然你惊咱讲，那规个台湾拢原住民族哇，啊，拢反国民党的啊，惨嘛呢，哦。好，所番的一直平埔族了哈，啊，那些千万就是高沙族的对吧？哈，等下了哈，好，啊，这时间无啥搞，我跟跳过来到这，来中华民国的军政府。10月25日来台湾了，
啊，1945年十月二号台湾来，伊用对六招，就甲咱台湾人饲甲大地，服服帖帖。我们来看，第一，伊屠杀精英，甲咱台湾人利用二二八事件，差不多30,000的精英拢杀掉。你知影，你若要抗暴，要有人才来做领导人来反抗。哦，你若无领导人，变一盘散沙，没有战斗力。所以，蒋介石伊迄阵做中华民国的前头子，蒋介石属性就派伊的这个工作人员吼、哦，情报人员入来台湾，搜查各乡镇市的地方的头人、学者。医生、律师这东西对，好、哦，造册哦，然后利用二二八事件，依照这名单总找，哦，啊，这精英差不多30,000的，足可惜。这30,000的是日本政府开差不多50年的时间，才训练出来，又汰掉。哦，所以因可能笑咱无人才，咱人才都要汰掉去啊。咱的人才有够多，你看柯文哲，凊彩，人讲隔行如隔山，伊做医生，向跳过来。做台北市长，人嘛做甲下下叫，有无？哦，做轻松哦，讲做凉席，做医生，暗时啊一工一暝，凶叫几下个起来，哦，好。第二个，你若要抗暴，是毋是要有钱？但是伊甲你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迄阵1945年来，哦，发现台湾真正报道呢，有当面啊足足个。糖油米盐，仓库安尼甜甜。迄日本迄阵要烧电，台湾拢接触着粮草，但是战伫个尾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尾期运袂出去，因为迄阵制空权甲制海权拢由美国摕啊，所以日本的军迄、那个商船唔敢载物件出去，因为无即个护卫舰艇去甲护卫，无空军护卫，所以若出去，点咪着用轰点咪，所以伫。港口边啊，全部拢甜甜的糖油米盐吼、哦、一堆。中国人来了哦，真好哦，都开始把台湾的糖油米盐拢运上去上海，伊啊乌市的嘛，因为国共内战，所以迄阵的介绍足好个，所以把台湾的糖油米一直运去，哎、啊、嘿，运去中国，咱卖讲大陆吼、哦，来，我即马佫讲听，迄阵伊用纸。所有物件，糖油米盐，你台湾人有诶，你有即个遥控器也好，有保温杯也好，伊拢用纸甲你换，伊个一直钱代表一直印，拢用纸甲你换了了。所有物件甲你换，甲台湾人出来钱一堆，到尾啊，你台湾人摕钱买，你买一斗米，着爱派一部地钱去买，迄、那个币值一直贬值，因钱外口太济吼，通货膨胀。啊！了，你互恁兜个是钱哦，好来，我阁印新的钱，新代表来，你爱摕40,000的旧代表来换我一块的新代表，哦，40,000换一块，有无？哦，甲咱的金融，咱即个物资若讲起一个10%，吼，石油起一个几块，假使开几块，咱就起价就跑不掉，这40,000倍呢，所以物资拢等于起40,000倍呢。有一个人讲卖几啊家地，讲要起大厝，哇，40,000换一块，伊啊钱拄啊剩下，咱起一支条啊，所以人尾也自杀啦，无多向厝里人交代，吼、哦。来，咱来看这40,000换一块，吼、哦，再有一个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有无？这毋是法律呢，这是行政命令，吼、哦，哦，这是1950年代，吼、哦。这是北港的这个北港的农业会哈，哦，伊可能较早农业组啊，哈、哦，啊，所以你啊看，你为遮嘛，你会当看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安怎讲？你若讲你要换币值，你那也无用，卖用新台币，你甲旧代表要换掉，你那也无用中华币，因为美国有美金。英国有英镑，法国有法郎，日本有日元，有无？啊，你中华民国你要发行新的币制，你太无中华币，你太还阁用新台币，为啥你会安看嘞？
因为伊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伊袂当在台湾发其他因国家中华民国国币哈。好，过来第三，即马无人，即个无钱，啊，即大地主嘛是有钱人，嘛是地方的头人，我那发伫当地发水的工人，伊甲你大地主甲你用占有减租，耕者有其田，有无？互恁大地主拢变成小地主，哇，你嘛无力啊！你要带人去抗暴，抗暴有无？那怎讲要总统总统府遐抗议？你爱坐游览车方坐无？爱板凳方方坐无？我像我伫屏东，我着爱透早着爱坐游览车，大概来到总统府头前，开台格兰大道，我拢抢少两点爱赶到伊参加游行，游行了，拢伫开台格兰大道听演讲。但是我拢听一两个啊，遐细卡、大卡，啊遐民进党的党主席遐大卡，我拢听袂着因啊。我来提早走，差不多五点，我着爱走啊。无等于到屏东拢三更暝半，啊，阮像陈丽玲迄个吼，我去参加，啊，阮迄好迄个人足济啦，可能四五十万人有，啊，高速公路塞车，虽然我有提早走嘛塞车，结果阮伊拢是订到伫汤这个民间的休息站食饭，啊，阮迟到吼，结果阮的桌声去用占咧食，啊，你记迄阵。那去要抗议，拢年纪较大。我迄阵去，我算少年嘞，拢全白头毛的，较侪拢退休的白头毛的吼。啊，结果阮去甲迄个服务小姐讲，我啊，阮来倒只用食面嘞。啊，你可能新来吼，伊探头看，哦，看拢白头毛的吼，伊讲，勿紧啊，迄道过只无偌久啊，讲叫阮等者，哦，伊意思是好意啦，但是伊讲起过，阮遐听着，佮伊讲迄道过只无偌久啊。因食要完，食要完啊！讲啊，因食要完啊！伊就讲，啊，伊都搁食无偌久啊！靠呀！哎，我哎，对啊，即马咧抗议咯！啊，即两年也招袂行，民进党拢招袂行，你搁拢免开钱吼，嘛招袂行。但讲啊，你民进党算假啊！你敢那咧台北一日游啊？有无？透早起讲会暗会补转来啊！你若真正要抗议，就无来像香港有无？香港战争耗外久，耗要八十天。啊，你若真正民进党，你有真正要升进呢？你着台湾，比方二十一管区，每一个市党部，民进党的市党部，加人哦，今仔日加人市党部，你发动哦几千个去，去占其他个人大道，马上哦台北市，啊另外台北县，安尼叫轮为由北中而南，安尼一工一组人，一张一工拢几千个。我唔相信，遐拢甲占掉，啊！你都拢叫全台湾去，啊！一工解散，所以我尾下发现讲啊，国民党这两个倒空的嘛，国民党出迄个国，民进党出迄个民，嘛是国民党，对不对？啊！我讲伊是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泄压法，恁查甫恁想怎样？有迄快歌无？伊有一个安全阀，你若行到近啊，啊你佫袂去关伊个跳开，嘘，漏风漏迄蒸汽出来，袂一直增加准备崩伊。民进党敢若迄个泄压阀，都莫叫若做甲台湾人气甲噗噗跳，莫民进党就出来就，哦好啊，咱当时来凯达格兰大道来抗议哦，我大家就去啊，就画口号，叫叫骂骂，规百会脱了了。哦，搁一日游，等下明仔搁开始做工，属龙工厂搁做做搁纳税金，搁国民党开，无效。啊，这算民众生日要三十年啊嘞！啊，拢嘛是开咱的钱啊！啊，你甲想，那一百人、一百万人去甲抗议，一个人拢开一千块，一百万人一人拢开一千块，哎，安尼开几个亿啊呢？啊，对啊，炒股袂得。哎，你若要甲抗议吼，讲今仔要甲抗议，万一拢今仔拢白去下乡去 long stay。啊，讲到 long stay， 我来讲万一叫一个故事。long stay 做个，伊万一叫做个 long stay， 啊，一届伊去参观一个猪笼的迄个
农场，啊，主农都后饲足个猪，啊，有饲一寡鸡啊，吼，家己咧食，啊，饲一寡狗吼，咧顾伊个即个猪舍。啊，天光，就慢慢要求讲，叫主人带伊参观伊个农场，伊迄个猪场啊，啊，叫主人头前带，啊，主人甲因讲，无啦，总统你行头前啦。啊，阮赶精神惯势啊，阮较习惯行伫精神后壁，马、羊啊、甲狗这种精神啊，吼、哦。啊，即马到中昼，主人就办地足济草的吼，啊，抬家己迄个无注射的迄吼，走山鸡吼，我即马鸡啊，拢讲四十几工就掠咧抬安尼，拢用迄个抗生素甲生长激素，咱较早饲鸡拢嘛饲几半年较抬。我即摆拢四十几工就掠来抬啊！哦，啊，伤重可能伤老安尼，迄敢抱落去？啊，即摆迄块地内底就垫鸡嘛，垫土鸡啊，垫到烂咯。啊，慢叫硬，哦硬着鸡脚。我迄鸡脚吼，因中国人做啊，用文字游戏说讲到昨天，我这凤爪，这个凤爪好，先下一支下落伊盘仔顶。即摆佫硬一支讲要互主人食，主人好好。报告总统哦，阮无咧食鸡脚，阮拢留互狗食，怕因狗。哦，了，好啊，慢慢叫故事讲到这，继续我来。再来用白色恐怖吼，即个该抬的抬吼，该掠的掠吼，啊，即嘛剩的掠无到的吼，也是潜伏的，你都无表现讲你有领导能力的，你毋是人才，但是你若讲唔对话就抓去关哦吼，所以用白色恐怖。过来，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域名教育。吼，头拄仔你讲敌性反转，我讲咱本来看咱日本军是看中国军咧修建的对无？日本皇军甲蒋介石，伊中国规个沿海拢新闻拢占领个，蒋介石大半江山都由日本皇军占领，蒋介石去秘伫四川重庆的雾都对无？诶，重庆雾都。啊，迄阵咱是咧修建的嘛，对无？好，即摆建楼，伊敢若又讲，哦，台湾都回归，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怀抱，咱台湾人又骗你，敌性反转，有无？本来咱两个是敌对，你嘛跳一撮跳过来，堪咪共国？台湾人背叛家己，吼、哦，投奔到敌营，是毋？咱的身份错乱去啊！啊，你迄个教讲。你会记咱，我会记较咱小学，还是国中的作业簿，变个后壁拢有写一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有嘛吼？啊，意思讲，若做台湾人拢起起啊，拢歪歪，干嘛呢？就干那爱做中国人，才会堂堂正正，拢甲咱骗啦吼！这就是愚民教育，所以一半的台湾人迄个教教讲变中国人，都无怪咱台湾人即马要选。所以因个中华民国流亡总统拢会选输安啦，因千三万嘛，哦，因家己三百万孙中国人，一千万台湾人反背家己个身份跳过，所以千三万对一千万，咱足够选输。啊，两千年选也是因国民党拆做两组，连战一组，宋楚瑜一组啊。啊，变啊选台北市长选会着嘛是迄阵国民党分裂，黄大洲一组，赵少康一组。阿扁也做较赢的吼、哦，你若一对一，阿扁也拢会输。2004年阿扁也赢，是因为李登辉发动的228牵手护台湾有无？恁有去牵手无？有去牵牙酒我看麦。哦，差不多，差不多三分之二尔呢吼。啊，然后迄阵可能咱拢阿伯介只拢阿伯决策啦吼。迄、哦、间我嘛去牵啦，哦，感觉真。真有意义啊！好，啊，迄届拄啊赢偌济，阿扁啊，迄届拄啊赢20000+票啦。啊，反转赢比你拄啊赢0.228，哎呦，真正28遐冤魂出来斗三工呢。哦，拄啊赢0.228呢。哦，是啊，赢20000+票，你甲算拄好0.228，嘿。好来，继续。用假的民主选举，
迄阵上早选举就拢做票，就是讲七点，啊，规个票箱落新的因邓贺的票吼，啊，过来，即摆用买票的，啊，较早是用物件，一包粉，啊，是一个杀文，啊，是味素，无毋对。啊，若到阮间，阮兜拢超过人过，拢知影阮这都。茉莉的，跟柯文哲弄茉莉的，那个的。好，啊，现在，再来，那个绑架神明，因为现在换国民党愈买愈好了，现在黑白挂钩有无？你黑道的，你开交警，还是你开八大特种行业，无要紧，你开，我国民党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若出事的时候，你要替我掌握一挂票源，你爱票爱甲我开出来，给我国民党，给我继续管台湾的对啊。总统这大位的，我拢爱掌控掉。啊，那迄民意代表，迄个官议员啊，或者细卡，你互恁选，无要紧，恁调无要紧，恁民进党调挂无要紧。但是总统伊要定做安尼，啊，迄个时阵要买票就是黑白挂钩，乌道的，含李长做伊甲你买票的是乌道的，穿嘿条甲。穿夹克，内底唱新民，后唱关公，后唱迄个啥妈祖婆哇！啊，即马李长着钱先叠好你，哦，恁兜若三个哦，即爿三千，叠你收伊，乌多着讲，嘿，哎，啊，关公有看到呢，票爱投出来哦，妈祖有看到，票爱投出来，兜人会惊新民。新民看到我有刚收钱啊，若无刚投，新民会处罚啊，惊死啊！所以票拢会出来，投出来，哦。连新民都去哦，国民党绑架去压选票，哦，你看这国民党真有夭寿吼。好来，我说不管呢，台湾人去哦，一步步嘞，变台湾人拢老软卡，民进党啊，又台湾人恐怖卡手讲啊，若要控制拢假卖去啊，所以即摆拢招袂行。我头两年无看民进党招讲要凯达格兰大道要抗议啊，因两年无啊，吼，招袂行嘛，吼，好，过来，咱来看外来这个品种的植物哈，第一个这个番石榴，第二个番茄，你到哪外国入来拢叫做番呐，番石榴、番茄啦，啊这番仔姜啦，咱台湾姜种伫土脚，好不？啊，这生伫半空中啊，这番仔国咧食诶，叫做番仔姜，搁番薯，啊，这荷兰人印入来，搁有一个番麦，吼、哦，搁有番仔花，啊，家己怪，啊，外国进入来拢种番。啊！咱在地讲，咱伫遮土生土长的，讲方叫番啊，那都奇怪嘞，吼、哦！所以这，哎、啊，荷兰时代吼、哦，荷兰佫引进一个物件，咱咧用的水泥有无？水泥，咱讲叫做红毛土。啊，荷兰人都头毛红红啊，荷兰啊红毛咧用的土，毋得红毛土。原来是安尼哦，你今仔知影吼、哦？哦，对啊，我这拢无讲白菜嘛，这有根据的吼，红毛土吼。啊，阮庄头嘛出一个红毛的小姐吼，阮拢甲叫红毛国的吼。哎、啊，就是有迄爱过考一代，伊开过，伊可能因许大人有迄个荷兰的血统，到迄代过凸显出来吼，隔代遗传安尼吼。啊，恁笑莫笑啊，扎着吼。啊！你若要就笑出来，莫有大心肝来会来伤呢，吼、哦。啊，咱台湾人吼、哦，真正搞不清楚啥物叫做蚵仔甲番薯，吼、哦，这叫做番薯啦，吼、哦。这叫做蚵仔，吼、哦，对不？啊，早期台湾人，我人即摆学生啊，你甲叫伊讲啥物叫蚵仔番薯，你若许我拢甲写掉吼，甲下做伙搞不清楚，包括咱家己。那么咱是毋是拢讲遐个老兵叫老欧啊？咱若有去做兵的，拢会迄
迄个红飘的，无迄种年纪较大个吼，做士官长啊，拢甲叫老阿有无？啊，其实蚵仔是咱本地生产的，啊，番薯是外来的对无？啊，因遐老阿是毋是中国？咱所谓讲老兵，因是中国撤退来的嘛？啊，照顾年纪大，咱拢甲该叫做老阿，其实爱甲叫因叫做新番薯啦。因外来的嘛，番嘛，外国入来的嘛，咱唔该是乌，对不？啊，咱拢家己自称咱是番薯啊，唔是啦，唔是安尼意思。所以咱来改，咱是本土的，好、哦，咱开始乌啊，因而是新番薯。啊，咱家己搁家己自我作践，这闽南语哪有看尾音拢有轻视的味道？像车较大只对无？啊，那车就较细只，较大车，嗯，对无吼？拖拉机就较大只，无人咧讲拖拉机啊。无人咧安尼讲啦吼，拖拉机就较大只嘛，车就较大只嘛，较大车较细只嘛，哦，咱知影啦吼。哦，咱若讲老蚵仔吼，都唔对个。咱来讲，咱是，咱是蚵仔，咱是蚵啦吼，莫讲蚵仔佫堪配音啦吼。好，后来咱来看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吼，啊是对啦，错唔对，拢错把中华民国当我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我有时啊拢会甲朋友讲，伊讲伊来，伊讲伊是台湾人，嘛中国人，你是人，嘛是狗。陈云来2008年吼，迄阵马英九着总统吼，啊，迄阵马英九要求为汤机场一直到台北市沿路袂使看到中华民国的这车辆旗，所以派中华民国警察沿路咧搜查，然后旗啊拢收收起来，甲民众唱起来，甚至咧唱个阿乌长个单本色人，啊，咱日军吼偷个歹，人因中华民国都不爱中华民国国旗啊，拢咧藏起来。啊！等到台湾人日军咧，佫摕旗啊，举出来讲捍卫中华民国，啊，有读较歹无？哦，迄个读较向洗脑的吼。啊，等到五千旗伫台北市吼，迈去啊去派建在迄个国，因为这是因老大哥习近平的国家的旗啊，所以国惊日军咧去甲抢来，甲夹刀夹破，也是甲放火烧。哦，这对因的老大不礼貌，所以要国好安尼。所以即摆。国民党你看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化，伊阿强啊，伊讲遐个共军啊，甲国军都是中国军有无？啊，无唔对啊，因为因拢共较早遐将官拢黄埔军校出来，黄埔军校上你做校长，蒋介石应该就做校长，毛泽东的副手叫做周恩来咧做教务长。迄、那个黄埔军校经费是苏联提供，佮苏联提供遐军事武器互伊咧训练，了毋敢去北伐，所以因是兄弟仔党，佮是共一个军校出来，吼、哦。即马国民党共产党化，民进党来补国民党这个位，你来看即马民进有组成国民党个，吼、哦、啊台联个较来补。民进党的位，台联虽然选三个立委呢，但是伊的战斗力、伊的发话权，就是这个制造议题的权力能力足强的。吼、哦，那么等到第二轮，民进党无啥物声，吼、哦，好。那么2010年伦敦的奥运会，吼、哦，迄当时伦敦市加毛车联旗，啊，伊有阿强啊抗议讲。啊！你来无用奥运模式挂迄个五环旗，迄、那个环球水泥的咧。哎，五环旗你来无挂，你来挂这個，啊，这個、国家的灭亡的戏啊！你给他挂这個，啊，伦敦奥运会自知理亏，所以把这个旗啊准修改。啊，咱台湾人搁底下咧计较啊，搁底下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哈、哦，有无？搁创个几只大旗？啊，这
讲咧爱台湾，讲三太子嘛伫伦敦奥运会咧发中华民国千年旗。哦，啊，即台湾人遮多少年咧，就是向洗脑去啊。哦，因都自细汉就拢学北京语。哦，啊，读个侪拢国民党的编译员编出来，即个吼，拢亲中诶啦，拢亲中吼。哦，啊，即就是咱头个无够清楚，才会向洗哈。啊！但咱逐年咱咧讲，直接咧讲，吼、哦，咱讲三四年啊，哈、哦。所以即嘛，今年哈、哦，六月二五，张志军吼、哦，国台办的主任来台湾，都无看到千年旗嘛，无看到五千旗啊，哈、哦，都无啊，哈、哦。跟阮咧甲土有关系咯。所以包括现在少年咧，三一八的学运吼。哦因你个抗旗张志军，拢都无加国民党个旗啊！哈，少年介只拢觉醒啊！哈，好来，国家认同错误个始作俑者哈，来1999年5月7号，中华民国国民进党因个台湾前途结文内底所讲个，台湾是主权独立个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我、哦、这1999年就是阿扁也要选。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2000年的总统，啊，所以为着想要摕中间选民哈，要摕中间选民哈，所改哈，啊，这中间选民你要读个清楚哈，不会变中间选民咯哈。啊，这个你要看，李登辉伊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你还佫会听着讲哦，中华民国本来是别个，啊，流亡。走来伫咱台湾，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但是这个吼，阿扁也是法律的高材生呢吼，伊对法律足够。伊那遐讲，台湾主权独立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变作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对吧？啊，你若要出卖台湾，你嘛卖一个较好介绍吼。啊，你拢无卖准用送的，甲送过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哦，你若卖一个较好价，咱大家来分。拢无卖呢，拢直接送人呢，所以这足大个错误，无采伊法律读甲遐牛，啊，这个逻辑伊想袂通，这就是咱向教育，国民党甲咱教育时，自细汉咱就定咧写填充题，啊，拢甲你讲标准答案吼，即若三字你着爱写三字甲斗个，哦，太有满分，加一字也唔对，减一字也唔对，无好咱读个思想，咱拢咧等标准答案，哦，伊有标准答案吼，咱着摕一个甲斗个，所以咱拢读死册。咱无读到逻辑，哦，台湾人无啥物逻辑概念，所以足够方便哩。啊，美国人毋是，自细汉就要求囡仔你，哦，你就爱一直甲问老师，你若有法个问老师问较多，安尼，你这囡仔你学生啊，大家甲你学了。以色列嘛是安尼，是安尼，以色列国家比咱较细，边啊拢拢阿拉伯回教国家，要甲饲好死，饲袂死，大家战争大家拢有遐。阿拉伯国家拢有以色列甲修理，拢个拍败。伊就是这个囡仔去读的，当然，因个许多人问我：，啊，你囡仔有问啥？老师啥物问题无？那个老师问我倒呢？这就是因教的所在，因囡仔都有思考能力。啊，咱当然不是，其中讲讲讲，袂使问问题，你来问问题讲，你是个问题学生，有无？所以造成咱个囡仔拢袂问问题，咱是咪拢乖乖？对吧？哎、啊，就是乖，就是到尾啊，乖到方做路咧，佮唔知影你咧做路咧。你即摆甲外口个人讲，啊，咱拢做国民党个路咧，唔透有。嗯，好，即题外话哈，好。过来，2011年十月，换蔡英文代表民众要选总统哈。伊讲台湾伫10月7日伫高雄市哈，乐冈公园演讲个时讲个。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共款用上，连卖都无卖。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你看，即嘛作者来咧，哦，即嘛即个政府是中华民国，中国政府，毋是咱台湾人去做个政府啦，哈、哦，所以即毋对，啊、哦，啊，伊嘛是这个民进党个党主席，拢民进党个头人，搞不清，系啦，啊，就是。想要骗票骗中间选民啦，吼、哦，好，好，那么咱请问，
台湾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伊讲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后来啊，咱台湾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啊。美国独立纪念日是每一年七月七日啦。啊，你讲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啊，啊，你独立纪念日对一天，咱拢唔捌去办纪念日，所以无独立嘛。过来，那么台湾若要独立，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你甲我讲看卖。有人讲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呐、啊。中华民国对台湾来讲，伊抓头抓尾无伊的名，阿强赶快抓头抓尾无伊的名。就将合约内底拢无写着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呐？伊连去签就将合约，这两个国家拢无去签嘛？哦，因为要签就将合约时哈、哦，这个。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去啊，死去啊！要叫你死，要叫死人出来签字哦，无可能啊！啊，阿强啊，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阵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袂出世，有无？毛泽东还搁咧走蒋介石绿咧，好，还搁咧攻攻内战咧，所以。这个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阿未，伊这个国家阿未诞生嘛，哦，所以无资格签，所以唔卡就这样合约无邀请这两个国家签，这是原因之一。啊，当然就是讲，什么人要代表中国，世界要搁咧会，啊贵，恁两拢莫来签，到尾也是就这样合约伫1952年4月2日先后去讲卡美国。强烈要求讲，你日本政府爱跟台湾走来走路的台湾这个爱跟伊签吼，所以咱的母国吼是大日本帝国，嘛唔是美国吼，嘛唔是中华民国，嘛唔是阿强啊吼，所以你要搞清楚。所以有人头壳歹讲要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啊，你们承认讲咱是中华民国的，抓头抓尾都无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哈。对，啊、哦，无咧以后等下阁讲着。好，咱来拆穿中国人的文字把戏，哈、哦。以国共内战迄阵的文宣，哈、哦，国民党国共内战一直输，哈、哦。啊，结果因的中央的宣传机器，因的党报嘛是报价敢那样。你像你来看哦，伊讲国共内战即卖建书哈、哦、撤退哦，伊爱讲撤退呢，伊讲转个方向前进呢，或者转进，哦，我军转进神速，哦，改成听个神速足好个，啊，个一日千里哦，我军转进一日千里，吼、哦，照干那飞嘞，后壁佫讲一句讲共军追赶不及，安尼听个有够无？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啊！那闽南语四字叫做“怕输早赢”，就甲解决啦。啊！都中国因咧号称35省，35间百货公司输了了，自家走来台湾这间百货公司，佫唔是中华民国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哦，佮走落来别人的领土去啊，吼。这真正有够袂见笑吼，怕输走赢。那么中华民国含台湾呐，伫闽南，伫电视报纸咧讲吼，那好康咧就拢讲中华民国，歹康就用台湾名。啊，讲那建交就讲中华民国与什么迄小岛国家，乌拉圭啦、巴拉圭啦，啊，佮什么密克罗尼西亚，嘿，什么唔知什么龟吼，或者。什么普林斯比什么哇？嗰些吼，迄名拢做歹读个。甘比亚迄款，那堪民建交就讲中华民国堪民建交，啊，那断交就讲台湾与甘比亚断交，歹讲就用台湾名去哩，吼、哦。这你唔好骗你哦，吼。所以报纸你要看好哦。好，来改正咱作者错误一例吼。好来，咱定来咧讲外省人，讲到安尼，朗朗上口。讲食外省啊面有无？好来，
啊，咱来即句毋对，要安怎改？台湾吼，该分干两种人，一个就是本土台湾人，所以本土日本天皇1945年6月15日宣布台湾，迄一天，外国人、外国军队拢还袂入来，咱的阿公阿妈、爸爸生传落来，咱这本土台湾人，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吼。啊，剩的就啥？剩的拢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包括人派来遮做记者的吼，遐、哦、英国人啊、法国人，迄拢总外国人，两种人落啊，足好分吼、哦。所以咱来改啥？中国人嘛吼，因、哦、就是中国人，改清楚吼。过、哦、来，因为你若讲，因是外省啊，咱就变本省呀，咱就变别因的一省呀，对不？伊若外省，咱就本省啊，咱就是伊的一省啊。好、哦，所以莫讲因外省人。好，啊，咱拢讲全省，咱是毋是以前收音机定听了？全省药房拢有得卖有无？全省服务站拢有咧甲你服务有无？好、哦、有嘛吼、哦？啊，咱嘛讲到足惯势，啊，即句嘛唔对呢，要安怎改？要改哪？讲台湾，哦，台湾是对啦。啊，上好是加，伊甲既然讲全省，咱也爱讲全台湾啦。袂使讲全国哦，咱台湾毋是国家哦，咱个国家是大日本国台湾，大日本国个北海道，大日本国个琉球吼、哦，咱算台湾是一个。头拄咱秘书长嘛讲，咱是地理名词呢吼，毋、哦、是国家，所以袂使讲全国。好嘞，大陆毋对要安怎改？啊、哦，对，安尼你知影吼、哦？因为你若甲你个外国朋友，比如讲你甲。美国朋友讲，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哦，这你这美国朋友就头壳正，啊，伊当你是要对一个大陆，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非洲大陆、搁亚洲大陆六个。啊，你是要对一个大陆佚佗啊？哦，所以咱来改啥？啊，你若讲中国足清楚的嘛。你不可能说你要去美国佚佗，我说我要去北美洲大陆佚佗，你万不可能说你说我就要来美国，足清楚的嘛。啊，是安怎？咱迄个中国人甲咱骗，讲用大陆，你若讲伊大陆，咱变小岛，咱就要避啊，好无？伊大，咱小岛；伊大陆，咱小岛。啊、哦，好嘞，讲省道嘛唔对，讲到这省道吼，我就足气的。大清甲咱管。212年哦，无在条有家人开一条路去到阮屏东啊。中若拄着大桥，拢等在搁细条路啊，就迄牛车路安尼啊。日本政府来台湾11年，就为家人开路开到屏东。哦，沿路有河道造桥，有溪道造桥，拄啊干那落水溪，哦，迄太快嘞。还佫咧拍桥墩，但就做小便桥，哦，所以迄阵佮只弄个只铁道，哦，铁路蛮做，迄铁路后壁较佫做，吼、哦，所以省道唔对，要改啥？唔知吼，都为南为北加南，是毋是？对啊，你七条纵贯线吼。啊！你七道海线，纵贯线对啦，哎啦，纵贯道路啦，吼，对不？因为纵贯南北，所以有人讲伊七道纵贯线，什么意思？代表讲伊南北一路拢会通啦。伊大尾有够大尾，毋通叫做纵贯七道纵贯线，对个。哎，晓，好，所以爱叫做台线也对啦。台湾第一条线路为北到南的，吼、哦，中贯后、哦，你讲中贯线还是讲台线拢对，哈、哦，好。啊，你若我会记讲吼，我读小学我做囡仔，啊，阮车对面有一个大哥，伊骑奥多拜是日本的，啊，伊吼，伊拢有加水，伊
奥托拜不是拍刮个加水，哦，遮好哩，奥托拜拢加水就会走，食水个，结果唔是啦，伊个水冷式啊，早期吼，就咱个即摆车爱加水，水箱无，迄水冷式，啊伊迄阵奥托拜啊无做气冷式，用啊水冷式，搞骗了对啊，我是到大汉才知影。啊，如果吼，你伫台山顶悬，你开车往那加水会走，安尼你要讲省道，安尼我就无会讲啦，安知影无？哦，你若讲你的车拢加水咧走，安尼哦，你讲迄条叫做省道啦，安尼我无会讲，有影做省的加水就会走啊。你较慢的，讲较久，较开始笑，你慢半拍呢。笑到不太厉害，偷渡客来，偷渡客嘛唔对，安怎解？党二啊，党二啊，太叫做党二。迄当时头有二十几年前，台湾钱淹卡北，中国人拢为福建的外海有一个大岛叫做平潭岛，坐渔船啊，为咱近代的南寮渔港。啊！就去屏东的那边东港、枋寮遐登陆起来，偷渡起来，啊用掠到，报纸就讲哦，啊昨昏搁掠了偌济大陆的偷渡客，因那嘛是讲大陆偷渡客有啊，啊偷渡客唔得变哪改，改啥？啊，唔是，干那这三字要改，唔是中国。偷渡是一个。犯罪行为嘛，你若要去美国，你是不是爱去美国的美国在台协会申请签证？美国签证，为了签证，甲你护照去到美国的时，过海关一看，哦，你伫台湾有伫阮的美国在台协会签合法的签证，好安尼，你会使入偷吃客、喔，啊，唔是啦。你若讲这个偷渡客，这个逻辑哪会通啦吼？安尼，咱家吼，咱若转去到咱家的时，啊，发现讲小偷伫内底吼，咧甲咱偷地物件，啊，袂护照，互咱抓到，互咱发现到了吼，啊，你爱甲拍招呼讲，小偷客你好，啊，冰箱有两个，你有食无？偷渡是犯罪行为，小偷嘛是犯罪的行为，所以爱叫做偷渡犯啦，那也叫做偷渡客。对不对？犯罪行为就是偷渡犯啊。那么现在，佮报做偷渡客，就是迄阵的海防，还是警察系统做主管的局长，吼、哦，分局长，这个主管拢是中国人，就是所谓咱常咧讲的外省人，啊，副主管较咱台湾人，所以你也着拿咧报到网上报。啊！你也着拢因，当然因去国外嘛，因雇佣来啊，卖讲偷渡犯啊，歹听啦。即咱人客来找咱佚佗的，好无？敢那咱的，敢那因的亲戚来台湾找因佚佗，所以因拢来合作偷渡客啦，是安尼来啦，吼、哦，知影无？啊，这是咱台湾人的立场，这拢犯罪行为，也爱关哈。啊，咱讲啊，即马民国几年？爱改啦吼，即马足少人咧。弄弄嘛改西元，啊！你若要换算，做个换算，你若五十年次，中华民国五十年次的，加十一就对啊，吼、哦，就变1966年啊，1961年啊，哦，五十年次加十一就1961，哇，时间咧过去真紧，啊，那么加十一，你若五十年次就加十一，就变1961年。好，那么今仔我的时间到吼，啊，明仔吼，各有我的2点钟的时间，咱甲阁继续来探讨吼。好，多谢各位，谢谢。